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赵雷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民谣《南方姑娘》啊，非常的简单，好听的前奏加上弹唱，马上教会你们。首先呢，我们采用 C 调指法，我唱的时候呢，B 调夹呢夹到四品、五品都可以啊。然后我们右手采用的节奏形式，跟三二，跟一二三，跟三二，跟一二三，或者是下下上。慢动作给大家来一遍。总是心